大家好，我是杰博安，好久不见了各位。没想到今天又第三支了，不过我觉得啊，这个东西如果现在不上的话，感觉未来没有机会再上了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好，今天真的是第三支就不会再有了。没错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曾经的时间加荆棘吧。以前啊，曾经有一段时间啊，荆棘啊、地雷啊这种东西呢，它是可以被时间跟光给加速的，所以会导致怎样呢？没错，可以看到右上面那张图片，整个完全是密集到一个爆炸。而现在呢，没错，又来了。不过呢，它的是换成它的持续时间变成了三倍啦，所以说它的丢的次数还是一样，只不过因为持续时间三倍，然后呢它每升一等又会增加它的持续时间。可以看到原本是两秒嘛，对不对？我每升一级可以增加 0.75 秒，所以我可以升四级可能可以增加三秒，所以变成说总共五秒乘以三的话，每一个荆棘可以停留15秒，完全是停不下来。如果我的星数又高的话，我七个荆棘上在场上就有七十，不，这样算好像有点乱就对了。反正呢，我场上越多荆棘，场上的覆盖率就越多，所以说呢，没错，咱们的绿帽就给它戴起来了。三倍持久，三倍的绿帽，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。不知道说它未来还会不会是一样的突破极限的效果啊？我总觉得未来的极限效果，就算是一样好的，也要等到很久才能再看到一样的画面。但是下一次的话就没有什么好看的，你知道吗？重点是第一次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次永远都是最重要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给他感受一下吧。我们全场荆棘的样子可以到哪里？不过说实在的啦，很烂。对，真的是很烂。如果啦，今天的荆棘呢，换成地雷，然后地雷呢，它变成是三倍释放的速度的话，或许还可以走到非常非常的远啦。只不过呢，因为它是尖刺啦，尖刺的话，它的伤害就在那边。如果今天地雷的话，还有爬伤在的话，它觉得是绝对是可以打到无限远的，没有错。只不过那个手机应该会先爆掉啦。那我们现在到第二回合，我这边呢，尽量啦，能有荆棘就荆棘啊，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，反正能成长到上去就好了。这个感觉，因为对面是咱们的守护啦，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没有意义啦。两边打起来的话，很像是比大力而已。那单纯米大力的情况下，我也没办法处理掉。我原本用这一队呢，主要是想要对上那个上一支影片的传送。如果传送一堆怪物过来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用荆棘的把一堆怪物全部给它刺回去呢？我是很想拍到这个画面了，但是无奈实在是拍不出来，因为也要等对面遇到传送，传送也要撑得住，而我这里的荆棘也要能够撑得住才可以。不过其实两边的回合数呢，都差不多到四回合而已啦。那这样玩起来的话，我总觉得应该会非常非常的香。那画面那声音真的是会恶心到一个爆炸。就对了啊！我个人是蛮希望有人可以偷偷的丢给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画面，我再给他放出来给大家看。然后那荆棘呢，他曾经有改过啊，因为全部大改版之后，我总觉得现在的荆棘有那么一点不荆棘，以前荆棘呢比较毛蹭蹭一点点，现在荆棘呢比较深色一点点就对了啦。好了，我知道大家想听游戏的声音，我这样讲话的话，我从一配音就没有音乐了。来，那就交给现场的我吧，因为毕竟来要现场才有声音嘛，你说是不是 ？OK， 拜天嘛，一天嘛。这画面让我想到老版本的时间被荆棘，有点怀念啊，可是没有那么恶心就对了啦。嗨 ACZ 早安的满地绿，绿起来啊，绿起来啊！嗨青早安的大头，这是会员三个月的颜色，谢你的颜色，不对，这样讲起来怪怪，但是谢谢哦，这个声音好怀念的声音哦，我的天！离十一点差二十倍，还有一阵子，还有一阵子，没事，我们还可以扛到第三关，还可以啊。画面好绿，这个队伍不是很好看，你知道吗？这完全是一个绿帽戴在自己的画面，你知道吗？戴在自己的头上，完全觉得好吵，很吵，这声音很吵，很吵，很吵，很吵。从头到不见，改很多，改很多，好绿哦，真的很绿，尖刺的声音，自带绿帽的队伍，你知道吗？自带绿帽，什么越来大战没有好绿哦，跟大家绿，真的超绿的，你知道吗？太绿了啦，太绿了啦，太绿了啦！来，我继续把队伍再往上盯一下，再往上盯，再往上盯。这里没得盯，说要往上盯，有，再给你一些钱，能给你就给你，好不好？给我一些，有没有东西？有没有东西？一队不玩了，物价越来越便宜，马上吗？这么快？还是说真的是时过境迁，就是时代在变迁，时代在变迁。新年到，传奇，不要炸这个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还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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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走、哦，继续。继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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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工位半年加不进入时代的真心 ，ID 平民百姓早安啊，谢雷们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只能抢真的，真的雷们 LML 不可，真的只能硬抢啊，真的只能硬抢，好不好？你可以来 DC， 来 DC 的话很有高几率会进来，真的有比较高的几率会进来，好不好？因为在里面你会比较容易的那个听到我的声音，听到我的倒数，好不好？雷们那个雷们。
这样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啊。但是又是一个规则，我也不太好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来啊，现在31位，不行我凉掉了啦，凉掉了，没了，真的没了。这还跟以前的时间坚持，其实有这个标题，好，这还是可以。有20秒，不行啦，不行，一只而已。小兵可以秒掉啊，但是王不行啊，王根本打不掉啊，没有办法呀。12、11、19，没有了，崩。好，第5回合还可以啊，有点惨啊，不能玩，好不好？不能玩。01200。如果什么组合想要跟我分享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话，就在 Discord 里面私下留言给我吧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另外 ，Discord 群已经开放了，如果想要跟我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话，欢迎进来吧。虽然我不常出现就是了。